早后修补，今天带大家去品尝美食甜点。女主人是七年级的烘焙师，靠着她一人经营，主打采用纯手工及天然料理，在地方已慢慢打出名号。而她的产品如何让消费者无法抗拒呢？现在就跟着小编来一探究竟。华丽的装潢店面，女主人选在埔里镇地母庙临近的自宅作为个人烘焙室，远离都市繁嚣，优雅恬静的环境制作出来的甜点别具风味，省下的租金成本要提升品质来服务顾客。就是把门市这个店租成本省下来，对，然后用一些比较好的食材材料，对啊，制作产品，对啊，就回馈给客人他们。小编来访，刚好女主人正整理院前的菜园。父母亲以友善环境、尊重大自然耕作，深深影响了她的烘焙理念。我爸、我妈他们都是务农的，对啊，然后就种一些有机蔬菜可以吃，然后有时候也可以拿来卖。像之前有出青葱口味的，我们都会自己种葱；然后南瓜的，我们以后都会自己种南瓜。进到烘焙室，准备出货的产品大致已摆好定位，为了不让顾客败兴而归，货源也随时备齐。从凌晨工作到下午，一刻是不得闲。你今天想喜欢吃咸的还是甜的吗？甜的有哪几种？甜的有巧克力。我产品都坚持就是当天现做，才会比较好吃。所以我都早上差不多凌晨三四点起床，这样子制作。现在带领大家看看这间烘焙产品与外界到底有何不同。看到女主人撒下糖后，再以火烤杯果实香气丰富，好想咬上一口呢。女主人说，顾客只要亲自来访，一样都可以吃得到哦。现场杯果口味是应有尽有，其中芋头女主人是大力推荐。使用新鲜的大甲芋头，然后自己熬煮成芋头馅，少油少糖，然后不加任何的香料及香精，对，都很天然。Bagel 面团呢，我们都使用老面发酵，然后对，需要发酵一天的时间，然后里面都不含任何的保湿剂跟奶油，不买现成的馅料，在这吃得到材料原本的原味咸。配合当季最夯的水果，也推出特色产品，像现在正值草莓季，草莓盒是顾客最爱，从底到上层满满的草莓包覆着，绝对让您大饱口福。草莓季限定的草莓盒，里面有蛋糕、卡士达馅，还有新鲜草莓，然后草莓都使用无毒草莓，然后鲜奶油都是使用法国邦普尼鲜奶油，吃起来滑顺不油腻，草莓酸酸的嘛，配上鲜奶油淡淡的甜，吃起来就是很顺口，对啊，不知不觉一盒就吃完了，而且小朋友都很爱草莓。草莓乳酪，草莓酱加乳酪。烘焙室位置虽然处于郊区，但产品打出名声后，顾客是自动上门购买，大家把握时机抢吃最新鲜的产品。自己纯手工去做的，味道还不错，这样。第一次吃啊，觉得还不错，就回购率就蛮高了。买了吐司啊、bagel 啊、蛋糕，它的东西都很好吃，然后又真材实料。真材实料绝对骗不过饕客的味觉，所以吃过之后几乎都变成了忠实顾客。我一个礼拜不吃会怎么样？会受不了。女主人是七年级生，虽然年轻，却拥有15年的烘焙技术。经验告诉她，必须做出美味且健康的食品给大众顾客。高中毕业之后，我就在台中面包店工作，因为发现里面，芋头馅里面根本没有加芋头，红豆馅里面根本没有红豆，都是加一些化学的香料。我就想要做自己也敢吃的东西，对，让大家吃的好吃又健康。虽然产品已慢慢打出名号，但女主人仍不断要创作新的产品，只要顾客满意就是提供她最大的动力。只要客人觉得说，老板娘，你做的东西很好吃，就觉得一切都值得了。甲后修补秉持服务的精神，寻找各地区美食供国人分享，因此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们请帮按赞请分享哦。甲后修补，我们下次见喽。